翰林庄时候，胡定欣拍四剧分薄票源。胡定欣日前就出席韩国护肤品牌发布会，对于黎耀祥觉得佢丰厚嘅呼声好高，定欣听完之后就笑住咁话。是啊，我好开心，我都听到祥仔系啦，我睇到佢嘅访问，好多谢佢啦。咁咁当然要对自己咁有信心啦，但希望唔会分散咗啲票数咯，因为我十月份会出第四套剧啊。咁定一，你最想凭边个角色封喉呢？我唔可以喺度咁讲嘅，因为四套都系我嘅 B B 嚟嘅，都系我嘅作品。我唔可以偏袒一方嘅，即系我觉得观众喜爱我边一个作品或者边一个角色，同埋嗰个即系仲有半年嗰个咩叫做提名表都未出，咁我觉得到时佢哋自己会识拣噶啦，系啊。其实我觉得我如果观众我做嘅每一个佢哋都中意，咁都系我嘅成功或者即系我嘅收获。